作为本次比赛的冠名商，奥克利则携手两届冬奥会冠军肖恩·怀特亮相，也期待凭借偶像品牌和他自身的全球认可度，为中国单板滑雪带来更火热的激情。12月4日，顶尖运动员将争夺荣誉之环。而在延续这项赛事的趣味性和创造性的方面，